掌声欢迎他们。先跟各位打招呼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梅。欢迎。Hello， 各位可爱的妹妹好，黑人大哥好，还有我们 Junior 的主角，大家好，我是 Cherry。Cherry。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气氛充满了敌意。那个虾的牌就立刻举出来。Annie 好像率先生气哦。我没有啊，我觉得就是很喜欢荔枝，很可爱，而且之前都在战场看到他，好可爱。亚太的，对啊，什么亚太的？亚太的，然后还有我妈，超可爱哦。他们说亚太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最近啊、哦，对，亚太的广告，冰淇淋不用钱，对，对啊。我现在声音还蛮哑的，就是因为才刚做完电脑应用站，对。所以要吼叫是不是？就是主持连续五天。主持都要做些什么工作？撒赠品，然后 promo 厂商的一些产品。那你可以 promo 一下我们，我爱社会。试试看，各位现场来宾，各位现场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记得每天一定要收看《我爱会社会》，就是在 Channel V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会有非常主持功力非常精湛的黑人大哥，同时呢还会有现场非常多可爱的妹妹陪伴大家，所以记得晚上千万要记得收看《我爱黑社会》，谢谢。哎呦，好标好，其实我觉得他有保留，有保留吗？我去看过展场，都一定会讲一句话。谁？你去干嘛？没去看啊，那个下流胚在上面。你这个不在酒，你这个行为跟本台另外一个镇台之宝 Jason 是一样的行为，他跟一般民众一起排队，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有，他们都有一口头禅，他刚才有保留，一定会讲掌声在哪里，然后开始丢奖吗？掌声在哪里？因为现在没有奖品可以丢，有没有奖品？不出去啊？对，没有错，就是这样。那你现在压力就大了没？对啊，我压力好大，因为他真的好可爱，我也很喜欢他。你走的跟他是不同路线，对不对？我是比较 man 吗？什么 man？ 你是比较算熟女啊？是吗？算不算 Junior 这样算？我觉得他是比较冷酷一点的感觉，就是算冷艳型的冷艳型。就是常常被人家说很自以为是，网络美少女了不起那种。可是像这样的外形啊，你们现在是居高不下的人气，对不对？其实还好，还好。因为这样感到自豪吗？不会，反而不喜欢。对，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候是在路上，还是明明一些不是跟你很熟的人会装熟，装熟磨人吗？对，然后装熟之后，他开始就在套你的一些隐私资料啊，像 MSN， 然后 email， 然后跟你要照片，还是说一些其实明明跟你不认识，然后或者是就像妹刚刚说，看起来外表就是说，哎，我好讨厌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跟他认识，怎么样怎么样子，可是明明或者是只有一面之缘，或者是完全不认识，就是装熟然后在后面讲坏话的那种，最讨厌。嗯，而且还会跟你就是要求合照，可是如果说你不要的话，他就会在网络上说自以为什么什么，然后不给我拍到耍大牌。这跟艺人其实有碰到同样的问题，这红的问题很多。对啊，你们有碰到装熟的问题吗？碰过。你碰过？哦，对，你人面比较广，是吧？黑白两道，政商界，军火贩子都认识你，文婉小姐。好像啊。假冒李文婉的名义出来招摇撞骗，你还不是一样？明明是台湾人，干嘛假冒黑人啊？我爱黑社会强力征求，10到20岁有自信敢秀的漂亮妹妹，你将有机会争取到当 VJ 的机会哦！报名专线02-2781-3888，分机192，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明日之星就是你喽 ！Wake up, wake up, wake up！之前我玩线上游戏，那他就是有他有线上游戏的那个公司的杂志，那有在找那个玩线上游戏的那种女生去采访。那通常你上过杂志之后，人气就是大家都会知道你，那在游戏里面就一直来找你。可是有一些明明真的不是很熟，真的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他就一直要跟我要电话，一直要电话，就来找你。有以为你是吕文婉吧？爱文书你是爱吕文婉。装熟有个大家应该会遇到，就是明明跟你不熟的朋友，然后看到你上黑社会，就会讲啊、哦、你好可爱哟、哦，我也好想去黑社会啊、哦，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试镜？然后明明长得不怎么样。有碰到这个问题吗？太赢了。所以现在碰到那个长得又不怎么样。你说什么？碰到那
那个其实就是那种我觉得不适合来上黑社会的。哦哦，所以是。我上这集知道会不会出门被人家丢垃圾？有没有碰过最恶心的事情？有没有？你们有碰过吗？有。你碰到的是什么？就碰到那种一夜情，然后就说我现在女朋友在国外哪里哪里，然后我一个人在台湾很寂寞，那我一个月给你20万或者是更多，那一个星期陪我几天就好。那通常像我是只有在无名嘛，那之前他留悄悄话，唯一的选择就是删除然后加黑名单，可是现在是无名多加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可以公开隐藏或公开。那对，我就直接把他悄悄话给他公开。然后呢？然后让大家都看得到啦，就是讨厌他，让他丢脸一下。对，可是你搞不好还帮了他哎？为什么？因为大家搞不好也真想赚这个钱。那就是想去的就自己去啦。你自己不想？我为什么要？算做功德。就是有的就是故意就是要整你，就是公开，然后就是很直接说我想要你，就是很直接啊。有的真的很直接。我有个问题耶，你怎么没有回骂他？你就说骂他说你回去找你妈好了。这样没戏，是不是？这样就没戏了。不是因为我讲话都很直，我这个鸟很直，所以都什么记者比较直。我现在的身份已经变回小刀了，我已经退嫁了。退嫁。你这讲话比较直，你有骂过人家最脏的是什么？我不会用脏话骂，但是我不用脏话，我就可以用一般的言语把你骂到跪地痛哭。例如，来一下，来一下。来，等一下。你这货色！你干什么啊你？你更扯！你这货色！你楼上那个小跑道！还没，好，还要演戏。妹妹，干什么？你这种买儿童票的，你为什么这样子？你这个阿北在这边干嘛？这是年轻人的地方。你假冒吕文婉的名义出来招摇撞骗，你还不是一样？明明是台湾人，干嘛假冒黑人啊？给小刀掌声鼓励一下。哇，刚刚那个他算是骂的凶，但是有些人暗地里在攻击的，会不会很讨厌这种？会啊，可是我会回得很客气，可是我在电脑前面，他很想打荧幕。真的？对。你听过最难听的攻击是什么？骂你？平胸、脸大，然后肥女、腰粗、腿粗，就全部都骂。可是好像跟事实相反。就我觉得骂就骂，我就随便你了啦。那么可爱，而且你。可是他说你平胸，你的视讯拿着，哎，好的，你夸张。很大，太大，真的很大，从这边可以看到旁边奶，你知道吗？胸部。我觉得比较惨，因为我平常有在那种 pub 里面当 dancer， 然后我们都要穿 bikini， 然后就是有女生啊看到会就是在我留言板说你是酒家女吗什么之类的。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很狠呢、欸。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运动的话，运动一下。对了，哦，继续，哎，继续，不要停了。张开！啊，很会扭，很会扭。好，掌声鼓励一下。好的，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在这边听到，刚刚跳舞的时候，旁边那个黑色的，对，讲出来啊，你个下流胚子，尊不尊重我们今天来宾了？大雅，要不要尬一下？你刚好碰到也是跳 hiphop， 哦 hiphop。